你们能不能同时？同时啊！好，每人选两根，好不好？来来，我想要一个非常帅气那种赌神一般的。我天！能到时候给我一个赌？能到时候给我一个赌？这谁啊？我们还没拔呢，没拔出来呢，他自己掉了。我拔了一下。迪哥，你选哪个？这根是吧？那我选这俩，好不好？我想要一个非常帅气那种赌神一般的。一、二、三，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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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救救我！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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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师，你没事吧，苏老师？苏先生，你怀里有球，打死你！放心，你闭眼放心。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你打了这么久，太重了。一年365天，有365天我都在吃。万物皆可烹煎蒸烤炸煮，无所不能。我吃，我吃。我吃吃吃啊，而我最爱还属于吃，枝蛋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纵使上火令我坐立难安，仍要日啖荔枝，吃吃吃。眉山等于生活，在这片充满生活气息的土壤里，长出了一个很会生活的人，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大宋文豪，中国第一位美食博主苏东坡。吃遍大江南北的苏东坡，在杭州任职太守期间，曾寄诗与乡里故友蔡子华，道尽思念友人与家乡美食之情。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栗子带我归。作为一个美食家，苏东坡对菜的知味不仅仅是口腹之欲，更是在颠沛的生涯中逐渐养成的信仰和豁达的品格。今天的眉山和苏东坡当年所在的眉山已经大有不同，但美食作为一个永恒的记忆，历久弥新，连接着从前、现在和未来。最后，我们把苏东坡先生的一句诗送给大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没有人找我做任务吗？哦，哎呀，怎么了？洒到身上了。那我帮你擦擦。你说我是不是很笨呢？怎么说呢？你最明显。你我甚至能破解。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你挺觉得我笨吗？真是个小笨猪。然后这么牵强，你也能贴吗？哦，没有，你很聪明。可以，可以。准备好，请头对头顶在一起。哦，头对头顶在一起。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哇，这挺难的吧？3、2、1，开始。这个，来，我这个，来，来，要互相抵吗？需要这样吗？这个是不是有点？开始之后头是可以分开的，头是可以分开的。头对头只是一个起始位置。我们刚刚玩的是另一个游戏，叫斗牛。不是把对方顶下去，两位。他要在里面吃。这个车的声音很大。那我们就回到各自房间换装，然后准备出发吧。啊！刘雯！刘雯！
推不了你了。不如我这样子，我给你推我三次，如果你推不下去，就算我赢了。因为这行，因为这个反过来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干！哎呀妈呀，好难推啊他！还泄劲儿，他用那个。你都没有用那个。我用力了。哎呦我！我倒是没下去了，但我快聋了。哇！我们找到你的线索了，是什么？是什么？你的线索就是找一个吃着螺蛳粉的柳州小朋友，然后把他的名字签在那个 tag 上面，再贴你，你就死了。我签，我那我哎呀，那我就赢定了，因为我不是有两张纸可以杀别人吗？我把杨迪还有冰冰都杀了。哇，你那么牛，我杀分可多了，多起来挺好。真的就那个。好吃啊，嗯，它鸭脚做的好像豆皮哦，嗯，皮都全部软了，一缩就滑下来了，巨好吃，嗯，好好吃啊，有点糯的，它有一些笋的一些脆脆，小脆脆，哇，嗯，很嫩，哇。粉的劲道刚刚好，嗯，好吃，好吃，嗯，嗯，要一口闷吧，才能感受到它的那个爆破感。哇，这小鱼很好吃，宋木子肯定喜欢。宋木子爱的小鱼干，用螺丝来串联整期节目，然后让大家知道柳州其实光是一个小小的螺丝就可以把它做出这么多的花样，人家吃螺丝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说可能让之前本身没有那么了解柳州的朋友可以知道柳州其实也有它的美景在，有它的美食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反叛吗？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然后让一个人去把他贴了不就好了？我们可以先合作，最后的冠军只会在我们二人之间产生。先进去，谁在底下？陆凯姐姐，你在底下？我是我，你跟班儿。你咋了？你这么藏起来什么意思啊？你快走吧！啊！你快引走他们吧！引走他们是为什么？对啊，我怕他们杀你。不打了吗？不是，都快赢了，你不下去不杀了吗？我跟你说，还是你得要刷任务，你要刷任务，你要刷任务，不然的话你没有。你是节目组派过来，你得刷任务，你才是他们。不是因为你最后你赢不了我。啊！啊！呀！你帮他的。报仇雪恨，报仇雪恨啊！我跟你说，人是要守信任的。我现在该给你10个，我现在给你20个，因为他不守信任。我那一刹那，我巨伤心，巨伤心，并不是因为我游戏输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傻。我要2把，我要2把，哎呀，贴了，贴了。啊！生气又伤心。